傻子老公不要脸，牛粪当成金子捡，拿到镇上想卖钱，惹怒老牙被痛扁。大人，傻子摔倒了，打他！你们两个，快跑！又来了两个傻子。镜头是真的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你们相信我。你没事吧？快起来吧。你是好人，金子，给你。不了不了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刘二妹有个傻儿子叫王宝松，拿着牛粪当黄金，该不会就是他吧？我们是来找刘二妹婆婆的。你就是她的儿子，王宝松吗？你认识我妈，也认识我。可我不认识你。哦，我懂了，你是我爸。妈，爸没死，爸回来了。爸回来了。等等，你别乱喊呐。爸回来了。哎，小孩。屋里简陋，不便招待，两位请回吧。哎，罗爷，是我。我是隔壁村的小鹿啊。说起来，我还是您侄儿呢。小嘴儿。啊，婆婆，您这鞋垫纳的真好。滚。您老别生气，我们就是路过来看看您，给您放这儿了啊。哎，小什么东西？啊，没事，小虫子而已。后生仔，枯木银花三十六，敢问？你是哪一只啊？我叫陆总，清水江墩寨人，今天来是想向您打听一下有关我外婆龙老兰的事。龙老兰，龙老兰是哪个短命鬼？我不晓得，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！好吧，是我们打扰了，小叔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小左，等等我。哎，小左啊，我们就这么走了？这如果能问出来，他早就说了。不过他确实是个愈虫师，而且提到外婆的时候，性情突然古怪暴躁，应该不是普通的仇恨那么简单。问题是该怎么让他开口？还有那个小孩，进去后就不见了，我怀疑他养了虫女。虫女？我怎么没看见？哎，话说，虫女是什么来着？虫女，就是将异虫植入年幼女子体内，培育控制的一种方法。被控制的女孩，通常智力衰退，身体受损。都不医生。喂。肖大师，明白明白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黄老爷子派来接应你的人到了，带你去见传说中的肖大师。龙老兰，你害死了我男人，又让你孙子来羞辱我，真以为我洛二妹是好欺负的？滚开，还死不了！
昨晚你遇到的那个人正在给黄老牙那个败类解虫。那就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了。哎呀，您这屋里一看就是高人布置啊。嗯，这走的是藏风聚气、招财进宝的路数，不过好像有些缺损。最近家里没发生什么怪事吧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！嘿，哟，这难道是您的千金呢？哎呀呀呀！天庭无暇，木牛灵光，拿了贵人之相啊！你这种江湖骗子，我见多了，快给我滚，不然我叫人了！哎呀，我看您印堂凹陷，血气亏损，莫非您最近关节肿胀、疼痛、退位等症状，尤其是每日有时。仿佛万虫钻心，痛不欲生。此乃恶虫侵体之兆啊！你胡说八道！又来了！哟，别担心，在下乃云山真传修行者，今日相遇，即是有缘。给您打个五折，算您八千。八千，你不如让我去死！啊啊！要钱不要命，有气魄。那给您打个折上折，7950，怎么样？哎呀！价钱还没谈好就晕了，亏本了，亏本了！哎呀，折磨人却不取人性命。佛盘胎，龙王盘枝，佛诺如子龙盘圆，一个敲锣好门星，降蛇息，飞如草笠，起。老法师，这个得加钱啊！惊蛰，这小东西长得挺别致啊。看你一个漏网之鱼呢，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我本来也没事。哎呀，肖大师可算见到你了。原来是我客户啊，刚才情况危急，多谢少侠救命之恩呢。